林孝同，苍南阔山乡新澳人，浙江武术协会涉外准特级教练，苍南武术协会顾问。他9岁时就开始跟父亲学习家传的武术武技法，天堂、地角、丹田、四海，内外合一。17岁时拜当地名师林仲和为师，学习南拳中的熊奇拳法。熊奇拳法的创始人为林瑞龙，林孝同为第4代传人。林瑞龙是革命烈士，1928年在苍南参加了叶挺鹏领导的农民革命武装，1933年春壮烈牺牲。苍南南拳中的熊奇拳法，就是在先辈们经过反复推敲和实践而形成，在南拳中是佼佼者，有着奇光异彩。同时，熊奇拳法在林孝同老师的努力下，让这一宝贵的传统拳法在继承的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因为我们这里啊，这个小江南的地方呢，历史以来都是有武术武风都是很旺盛，我们是几代祖传下来，我父亲爷爷都是在这一代都是拳师，我9岁的时候就开始练武，从17岁，我父亲们给我送到林崇和老师，拜他为师。19岁，碰到我们南传法都大师。26岁，就开始守土传艺。但是也可以说，我是基于南拳2大派，对这个南拳呢，我们这里历史悠久，武功渊源很深，但是几乎每一个村都有1-2个出名的老师。从我10几岁起，但是也是个祖传的武功啊，也找了很多地方，拜过很多名师，南北拳师我们都有拜访过。特别对这个南拳呢，他的武功的深奥，也许就是我自己从小是南拳祖拳吧，啊，因为练南拳，它也是内外双修，它讲的是以意领神，以神领气，以气化力，三盘力要坚固。要落地生根，讲究三阴三阳，在练功的时候要开天庭下地角，起丹田落四海，气内款而生，力地外款，也可说是气沉丹田，力发四肢，善搭七巧，提肝除阴。外形呢，要有3经5对，进则低，退则高，拳打一线。都是练南拳呢，
虽然是看它没有大开大合，套路主要就是以守为主，但是攻着呢，它门很小，无坚不摧，无孔不入。讲究的就是六合分门和寸寸逼近。你打我哪里，我哪里就化你的力气。在练功的时候呢，就是眼神要看到一点，初步跟着神走，退下以一手步。故此呢，中坛不管是其他的套路，从哪里起收势，还是站在哪里。林晓彤在师父林仲和及其蒙兄弟陈仁清等七位老师精心传授下，内外兼修，将术家南拳融为一体，形成独特的技能，而名声大振，学有所成。他为弘扬中华武术，广为收徒传艺。1982年起，他先后在福建永泰、闽清、霞浦、浙蓉和浙江苍南林家塔、云头羊、钟馗等武术馆和何美庄武术培训班担任总教练。闽、浙、鲁、沪、赣、桂、黔等地慕名前来拜师者不计其数，学员4000多人。在全省各地、省市、地区举办的武术比赛中，获奖者100余人。为发现武术人才，1990年9月，经苍南县体委同意，林晓彤个人出资举办雄奇杯武术爱好者擂台表演对抗赛。浙闽等地参加报名者云集苍南，上台打擂者达80多人，观众多达1万余人，轰动浙闽两省，并受到有关部门好评。2005年7月30日，举行第二届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大会，林晓彤为使苍南南拳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组织苍南各家拳法武术爱好者35人，代表浙江省传统散打专业组出征，取得突破性成功。林晓彤武功精湛，处世谦恭，为人师表，以德为先。以培养文武双全的武术人才为己任，为弘扬中华武术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林晓彤老师遵照先师们的大简必有不好，良工必有不巧的谆谆教诲，去粗求精，拓宽视野，站在高峰看峡谷，既要用现代人在权力上所走过的唯物与唯心交叉混杂的蜿蜒途径，又要在先人们所铺就的道路上去拓宽，开辟更为广阔的途径，使南拳之雄奇拳这一民族瑰宝能从更加科学的角度得以继承和发展。他看到任何事物只有在不断的创新中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林晓彤老师敢于摒弃旧有的门派观念，与各派武师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将雄奇拳法更加科学地衍生和创编出一些有着明显的攻防价值、养生价值和艺术观赏价值，并具有一定的风格特色和系统拳法理论，
权力内容与运动形式相统一的完善拳系来。雄奇拳系套路运作采取的是以身正步骤、拳正腿猛、上下一线、万法球中的外形表现为特色，在拳理中也将力以柔为刚、气以运则实视为秘诀，一般都是在其招法、内功及养生上通过正宗的秘传而能获取人体功能上的最高境界，在功法的运动表现上通过内在和外在的相结合来协调体内的生理机能，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体能的潜能。这就是南拳中雄奇拳系独特的刚柔相济的技能。我们南拳的练功的方法，比如说是套路，我们套路里面分开中坛啊，还有攻防，攻防的套路和练自己基本功的中坛是不一样的。中坛呢只有两步半，这两步半里面呢有四个马力啊，一嘛是平马，二嘛是丁字马，三嘛是三七马，也称三进马，第四呢就是极致马。可是我们这四个马力是练基本功的，比如说这个平马，这个平马站下去四平，这脚尖不能，膝盖不能超过脚尖，屁股不能超过后跟，这样站在那里讲究开天庭，下地脚，起丹田，落四海。练功的时候，可以说这个紧胆，胆部要紧。胆部紧的时候呢，以前呢就是说练，以我们以前那个铜板呐、啊，能够夹在这个屁股沟里夹得住。初步的时候呢，也不会给它掉下来。后八卦合起来，就是。这两片夹骨啊夹住，那先能够插在这里，这样打拳三步进退都不会掉下来。南拳就是底盘扎实，身体筋固啊，酸筋和腰手都在动，但是呢脚不动啊，脚一动呢，你在这个泥土下面呢就不好动啊。骨质讲究的呢就是伸腰，好像龙一样啊，这个龙米的那个龙啊啊，在那里旋转，两个筋呢都是打人的。不是，我们讲究的就是寸劲在这个短打啊，比如说人家抓过来一抓住，这样抓住呢，人家都是用手来比，我们南拳不要，因为他曾经呢这样一下，他的根本就没有了，就这样打一下就可以了，是吧？他就没有掉，他这个手就抓不住了啊。讲究吞吐沉浮，吞是怎么吞呢？比如说在这里你拳打进来，哼，这一吞你这个拳力气就化掉了啊，再来一吐，那你就没有一下就用键盘力打，他就没有，他先把一吞把他力气化掉，这个肌肉再旋转一下把他力气化掉，他力气要吞回去的时候，他要抽回去的时候，啪一下就跟进去，就这样子哦。沉浮的当中呢，因为我们马步在那里是死的，在这个海土里，在这个田里，知道吗？啊，但是身体上下沉浮啊，
扶起的时候呢，连山给你顶掉，是吧？沉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连沉带打，啊，比如说人家这样子，一打进来的时候，他明明是这样打，我们一沉，在这里，在他的下面，是吧？你不管怎么样，一扶起来他就没有了，一站起来他就没有了，啊，这是讲究吞吐沉浮。啊，不是，我们就是说跳步啊，我们进攻的时候啊，越步犹如猿跃树，陆地好像鸟报之。为什么呢？猴啊，这棵树跳到那一棵树，但是它不是这样跳高的啊，平平绕过去，这样子，哦，就这样绕过去。这陆地的时候呢，如比鸟报之，鸟啊吸在那个树枝里，它的下去，它脚呢是这样吸在那里，哦，所以下去知道这样吸在那里，这个指头在吸在那里，很牢固啊，你搬也搬不动，是这样。武术界的同行们都赞赏林孝同老师一生为武术事业默默耕耘，为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文化瑰宝做出非凡的贡献。目前在他培养出来的门徒中，有多名在浙闽地区创办武术学校，有任校长或总教练，这就意味着苍南拳在浙闽地区的兴盛和发扬。相信苍南南拳将会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会有更多的人习练苍南南拳，增强体质，提高生活质量。永昌堡王家拳是温州龙湾区永昌堡的抗倭英雄王佩在元末明初的抗倭战斗中创立的。元末明初，日本正在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期，北朝获胜后，失败的南朝移兵败将退避海上，勾结浪人，经常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进行抢掠骚扰，历史上称之为倭寇。王佩，字子大，号仁山，温州永嘉人。他天资颖敏，英迈魁梧，因目睹官场种种黑暗，不愿为官。他习医行侠，奔波于乡间闾里，治病救人。因医术高明，品德超群，被誉为一府良医。明朝嘉靖年间是倭寇入侵最猖獗的时期，大批倭寇从东沿海登陆，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抢劫活动，还流窜于乐清、永嘉、
瑞安、平阳等县，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浙南人民惨遭荼毒，抗倭斗争也随之风起云涌。王佩在抗倭斗争中一马当先，号召乡人奋起抵抗。1522年，倭寇进犯永嘉，王佩率乡人发起抵抗，很快就组织了一支千余人的抗倭队伍。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率兵蜂拥而上，阻止了敌人的进犯。不久，他的侄子王德由广东谢关归里协助他增募勇士千人，使抗倭队伍进一步扩大。王佩、王德所率领的抗倭义兵纪律严明，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平时练武习艺，朝训时聚集宗祠巡逻防守。永昌堡的王家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逐步形成的。这支队伍一直坚持了11年的练兵和抗倭，到在刚嘉靖37年，王佩、王德分别战死在永昌梅岗和金老。所以说，在当时海少以后的永昌，2000多人练武，练武啊抗倭，也就是全民动员。这个时候，正又在抗残酷的抗倭斗争当中，永昌堡王家权的传话初步引起生气。明朝廷为了褒奖王室叔侄的爱国行动，后来赠王佩为太仆寺丞，王德为太仆寺少卿，温州人民分别于郡城铁井栏建报忠祠，康乐坊建闽忠祠，每年春秋二季以纪念两位抗倭英雄。就在王佩、王德英雄就义的那一年秋天，族人兵部主事王叔果回家扫墓，商议筑堡抵御，发动群众自筹资金，历时13个月修成了永昌堡。永昌堡来讲呢，要三个特点，它是一个呢是，兼具军事色彩的这么一个私家扩卧城堡，它是一个私人建的一个扩卧城堡，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明朝当时的一个那个文化的中心，温州的一个文化中心，第三个呢是具有浓郁的江南特色的一个浙南水乡格局的一个永昌堡。自永昌堡建成以后，王氏族人尚武之风盛行，
在这方圆面积仅0.3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明至清，短短的400年间，王氏宗祠人才辈出，灿若群星，共出过状元一人，进士18人，传炉一人，榜眼4人，举人60多人，祥生900余人，存有铭版著作70多部。光绪年间载入永嘉县志者达20多人。永昌堡人信仰武圣关公，建堡时便在东南西三门的桥楼多处供奉武圣关公，以农历正月12、3月13为关圣诞，且在北门供奉真武大帝，以3月初8为玄天上帝诞，同时供奉文武星君。永昌堡武风盛行，并以忠、建、礼、信、节、义为武德，成了完善永昌堡王家权的基石。永昌堡王家拳以踢、打、摔、拿、技击方法为主要动作，以散手64招单练和多个招式合练而组合成10路躺子、13式棉拳、冷兵器、击打食物或格斗为运动形式，注重以形停功法来内外兼修，天人合一。具有450多年历史的散手拳类及养生拳类的传统内家南拳，永昌堡王家拳以立养生道、名留住、天人合一的形停功法来内修精气神，它是命门为太极。景岳全书指出，命门为元气之根，为水火宅，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通过含眼光、调鼻息、缄口气、凝耳韵来合四象，三五归一来修炼丹田。永昌堡王家拳重视外练筋骨皮，以提高抗击打击对方的能力。来，他以破生死关、重攻防的技击动作与格斗形式为外形，以忠、孝、礼、信为精神，辅以练气入骨、气由背发的硬气功锻炼，注重手、眼、身法、步，刚柔并济，进退自如，脚勾手抹，拳腿并用，外圆内方，圆小近短。
发拳有穿山凿洞之勇，七掌如刀削之锋，腿随势动，落步削肩显甲，提纲实腹而落地生根，心定而神不慌张，意狠而不露神色，当快则快，当慢则慢，动似翻江倒海，静如波平浪静。永昌堡王家拳始终贯彻执行九祖十八庵法，即生、死、攻、防、刚、柔、动、静、进、闭、吞、吐、伏、沉、虚、实、开、合。在灵活多变的步伐身法配合下，每组两字皆是互根互用，王家拳的先辈王佩、王德二公为抗倭寇为国捐躯，他们倡导破生死关，重攻防，忠孝礼信，体现了永昌堡王家拳先辈们的高尚武德，并因此形成了永昌堡王家拳传授延慎的传统。短得者不得与之教，短得者不得与之学。他要求永昌堡王家拳的传人必须自觉地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自己的良好武德。永昌堡王家拳强调武德